不不，姑娘你说错了啊，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子的，不不，姑娘你说错了啊，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子的，愿作比翼鸟，啊，在地愿为连理枝。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这小姑娘还真的是挺有文采的啊，不错不错。这里是哪里啊？这里？这里是我们寨子呀。哦，真的，哎，这边朋友大家看看，哎，这里好像这是一个大，他们家有七个蛤蟆呀。对呀。我的天哪！哎呀，真的，我怎么感觉，怎么感觉你们这里有点像那个女儿国的感觉？什么是女儿国呀？什么是女儿国啊？就是那个女孩子很多的地方呀，有一个什么电视剧呀，我不记得哪个电视剧了，里面就有个女儿国呀。哦。有没有人？哎，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人记得啊？我突然一下子就记不得了，哪个电视剧里面有个女儿国？对对对对。哦，对对对，西游记你看过没？没看过啊。哎呀，真的是这样啊。哦，对对。哦，哎，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啊，这个好像是个老物件喽。这是我们山上干活的呀。你们山上干活的呀？嗯、那你会开吗？会呀，肯定会呀。真的呀？带你去兜风。哦，你可以开着带我去兜风啊。对呀，我再叫两个阿妹啊。再叫两个阿妹啊。哎呀，我怎么感觉这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呢？我的天哪！好，可以可以，那等一下我们去好不好？好呀。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啊，我这边朋友大家看看啊，这个地方呀还真的不错啊。他们这个楼啊，你看这个楼，顶上还尖尖的，看起来啊有点像那种东南亚的那个建筑风格。你看到没有？这个整个楼体啊，它全是这种木头搭建的啊，你看。还挺有点像那个艺术品的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是木头，而且呢，这中间都是镂空的，底下呢，大概啊，估摸着离地面有个1.67米高的样子啊。你看，这个真的是还真不错啊，有点像东南亚的建筑风格，哦，这个啊，这叫吊脚楼，什么？这就是吊脚楼啊？吊脚楼。哦，我的天，原来呀。只是在电视里面或者是电视里面见过，真的是今天第一次到现场呀，近距离的接触，感觉还真的挺不一样的哦。啊，不错不错，这个地方，哇，这你说这棵树啊？对呀。这树上长的是什么呀？椰子呀。啊？这个阿哥什么都没见过。这椰子呀？对呀。我的天哪，我见的椰子它都是在超市里面，哪里见的树？这椰子树怎么长这么高啊？你还会爬树呢？那不蹭蹭两下就上去？哎呦，这姑娘真的是，哎，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啊。阿哥啊，我这个发小啊，在里面，我去叫他出来给你认识哈。叫他出来认识啊？嗯、啊，那可以啊，你把他们叫出来，等一下咱们一起去兜兜风，好不好？帮我拿一下哈。哦，我帮你拿一下。我的天哪，哎呀，这来到这里，突然好像一下子要认识了好多好多姑娘，真的是有点什么呀？哎，姑娘，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翻墙啊你？不是有门吗？你干嘛要翻墙啊？哎，姑娘，这姑娘怎么这么调皮呢？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戴红头巾的，穿红衣服的，那是她阿妈哦。你看一下哦。红头巾的，红衣服，她阿妈。哎呀，怎么刚刚到这寨子里面还来给你放哨来了？我的个天哪，真的。哎呀，感觉有点鬼鬼祟祟的呢。这边朋友们，这姑娘好调皮是不是？哎呀，我天。怎么那么调皮的？啊，怎么了？怎么了？看到那个绿衣服的没有？绿衣服啊？长头发看到吗？没有，我只看到有一个好像围着红头巾在那里喂鸡呢吧？红衣服。哦，哎，你怎么往别人房子扔东西啊？这姑娘，你往别人房子扔东西干嘛？你这个姑娘怎么这么调皮啊？我了个天哪！来来来，什么情况呀？那个是他阿妈呀，红衣服。嗯。他等一下会骂我的。他为啥要骂你啊？我老带他们三个去摸鱼，去河里面抓鱼，然后就没时间去山上干活。我的这姑娘，难怪你赶快你把你的伞拿去吧，我怕等一下人家来了把我一块揍了，我可害怕啊！哎呦我天哪，这样子？那你拿那么大声？哦，这是我家的。这是你家呀？对呀。我的个天哪！哎，直播间朋友们，他这个家怎么看起来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啊？你看这房子哦。这房子看着有年代了哦，看起来真的是有点一言难尽啊，姑娘，这是啥情况呀？一楼是租住的呀。哦，
一楼是养鸡的呀、啊。难怪我看这到处都是，哎呀，还踩了一脚鸡屎，我的天！里面还有养猪。里面还有猪啊？嗯。哦呦，你们。哦，还是不看了吧。我那个二师兄，我怕他揍我。啊，有年代感了，真的。养这么多鸡。养了。两万只啊，200只又吃不完。哦，200只鸡也不少了呢。啊、一只鸡每天下一个蛋也够吃的了哦。是我爷爷奶奶留下来的。哦，这样子啊。60年了。这么久啊？是啊。60年，难怪呢，看起来真的是这房子呀。哎呦，哎，我看到这只鸡是在这下蛋呢，还是在这抱鸡仔呢？哦，在这下蛋呢是吧？哎呦，哎呀，真好玩，真好玩。啊，这里鸡好多呀！我的天哪，不过呀，满地是鸡屎，一不小心啊就会踩上。呵呵，哎呀，有年头了啊！养殖户，是的，是的。啊？3,800。这没人呀？他们去干活没回来呢。那没人就算了吧，没人我还不去了，好吧？阿爸阿妈在家也会让你下来的。不，姑娘，你看啊，你家里没人，我这一个陌生人到你家里面，如果被邻居们看到了，会说闲话的呀。这样子啊？对呀、啊。哎，直播间朋友们，我们要不要去上去看看呀？你看这姑娘真的是有特别热情，你说不上去吧，又感觉那个咱们胆子有点小；上去吧，哎，又有点担心。我这心里面啊，现在是七上八下的我。哦，去是吧？好的好的，你们帮我证明。啊，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上来看看啊。哎呀，这个地方呀，真的，恭敬不如从命了啊。我们上来看看，上来看看。上来嘛。哦哦哦。这样子呀、啊，哎呀，这家里面啊，看着虽然说、啊、有点简陋啊，但是看起来是蛮干净的啊。大家看看啊，还是蛮干净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山里面人的生活呀、啊，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是吧？每天都打扫的。每天都打扫啊。是呀。哦，你们还挺爱干净的，真不错啊。哎，姑娘，你家的这个床单呀，怎么都晾在这个房间里面呀？阿哥呀。嗯。这是幔帐。幔帐，这不就床单吗？什么幔帐啊？啊，这里是我双胞胎妹妹的，这是我的，这是我二姐的。哦，这样子的呀？对呀。哦，这是你双胞胎妹妹，这是你的是吧？嗯。你跟你双胞胎妹妹看起来还真的是蛮可爱的啊，这个。二姐呢，可能就显得有点成熟一点，是吧？嗯。啊，不错啊，哎，那我别去，别去啊，不行啊，不行，不能走进去，不能看呀。嗯。哎，为啥呀？留下来干一年农活。对呀、啊。哎，就看一眼就要干一年农活。对呀、啊。我勒个天哪，这是什么规定啊？哎呀，这是什么？好了好了好了，那还是不看了不看了，没想好呢。这干一年农活谁能受得了？哎，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人啊愿意干一年农活的，可以来这里看一看。看到我双胞胎妹妹，你就愿意干一年农活。真的呀？啊、哎呀，那。我经常在这外面玩，阿哥，你也来这。在这外面玩啊？嗯、哎呀，这外面还看起来不错啊，代价太大了，确实是啊，直播朋友们，你看看这外面这什么什么的，哎，这底下好像还有一条河呢，是吧？就是澜沧江啊。哦，澜沧江就在这里啊。对呀、啊。我的个天哪，哎，这里啊，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吧？我们经常说呀，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看这里姑娘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特别好看，而且就是她。他双胞胎妹妹比他还好看，真的是，我们真的没想到这大山里面、啊、这么简陋的地方啊，能够长出这么漂亮的姑娘，哎呀，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啊。哎，那你双胞胎妹妹她到底在哪里啊？阿哥，她不在家，就在9楼，我带你去9楼。9楼，你们家还有9楼啊？对呀、啊。我的天哪，爱江山啊！哎呀，好好好，哎呀，你看你们这楼梯啊，连个扶手都没有，我的个天，我可得慢一点啊。哎，这门要不要帮你关上？不用关呀、啊。哎呀，直播间朋友们，你看啊，他们这里呢、啊、真的是民风啊，很淳朴啊，出门啊都不用关门的。哎呀，这地方真的是不错啊，我都有点不想走了，真的啊，我越来呀越喜欢这里了，真的。直播间朋友们，有那个什么呀，你们呀。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里看一看，走动走动啊！这里的真的是，我们说这个人呀，特别善良、淳朴，啊、嗯。哎，姑娘，你看我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啊，
都说，哎，喜欢你们这里呢。喜欢我们。啊，对啊。那来我们这里玩，我们这有很多好吃的，你看。很多好吃的呀。哦，是是是，这路边上呀，路边上确实有很多的果子。啊，但是有的果子呀，也没那么好吃哦。好吃的，你看那黄黄的也很甜的。哦，那黄黄的是吧？对呀。哦，这里哦，是是是是是啊，酸角也很好吃，酸角是吧？哦，酸角好像吃过，酸，姑娘善良淳朴，是的，是的，特别善良淳朴。哎，姑娘，我想问一下啊，你看，如果呀，我是说如果啊，你不是你们这里的那个姑娘这么多，那如果是我们有，比如说我直播间里面或者我们外面喜欢这里的姑娘，那要怎么办呢？看到那个摩托车没有？嗯，看到了。那就是给我阿爸买一个摩托车就可以了。啊，这样子啊？对呀。就是说，要，比如说让你们跟着到外面去，然后就给你阿爸一个摩托车就行了。前两天啊，我有一个阿妹啊，到山外面的大城市去了，叫做什么灰的地方，然后呢，就给他阿爸买了一个摩托车。什么灰的地方？对呀。什么灰的地方？有这个地方吗？什么灰哦，都不知道呀，大城市什么灰的还是个大城市呀、啊。嗯，哎呀，你看有人说啊，给姑娘买两辆摩托车，哦，一辆就行啊、嗯。哦，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安徽呀、啊？嗯，对呀、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朋友太聪明了，嗯、这能说一半呀、啊。哎，就是一辆摩托车就行了。对呀、啊。我的天，姑娘你知道吗？你像我呀、啊，我今年都33了，我都还没结婚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那里不是一辆摩托车，我们那里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还要很多很多的票子，所以说我现在都很困难，你知道吗？哦。嗯。那要那么多也用不完呀。用不完呀？嗯、哎，那。那我们这个就一个摩托车就行。这样子呀、嗯？哎，那你们都喜欢什么样子的呀？高一点。高一点，啊，多高呀？我1米不到1米6。你不到1米6？1米65。1米65啊？对呀、啊。1米65也不算高呀，你知道在我们那里啊，1米7呀，差不多是正常的身高啊。你1米65，哎，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人啊？你有没有人喜欢这里的？可以啊，把你的身高打出来，好不好？我看看能不能啊，给大家牵个什么什么线之类的，好不好？你有多高可以打出来？1米65，有1米78的行不行？哇，我都没听说过有那么高的。你没听说过？还有1米75的，1米73的，还有1米85的，还有1米82的。听都没听过。哦，还有1米9的呢。啊，那都比梯子一样高了，是不是？比梯子还高，真的是啊。哦。不过呢，这2米4这是假的了。那我们的橡胶树很高，那可以。哦，这样子啊。嗯。哎呀，我想起来了，原来你们是要高的，是来过来干活的，是不是？现在我们满山都是开始割橡胶了。割橡胶啊？橡胶拿来做那个睡觉的枕头呀，还有那个圆圆的那个轮子呀。哦，轮胎是吧？哦，这样的，你看还有1米78，有1米81的。哦。哦，没问题，没问题啊！你看他们啊，1米65都可以。我的个天、啊！不过我觉得你1米6不到，你要是找一个1米8的呀，我的天哪，那看起来还不怎么协调呢。哎，除了身高，还有什么？大一点的。大一点的。嗯。大一点的什么意思啊？就是30、40、50。30、40、50。对呀、啊。哎，姑娘，你说吧，30呢，我觉得还差不多，是不是？你说你20几，但是40、50可有点大呀，为什么呀？我大姐夫呀，53，他对我大姐可好呢。那我大姐说的，就是大一点就会疼人，会照顾人。哦、嗯，原来你说的意思是大一点会心疼人，会照顾人是吧？对对对。哦，这样子呀，嗯、你说的也没毛病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有36的，可以吗？可以啊。有45的可以吗？可以。还有42的。啊，这还都可以啊！嗯、哇，这个，这个什么呀，还挺宽的啊！嗯、啊，你刚才说你大姐夫多大？53呀。53？那你大29，我了个天，他们俩相差20多呀。对呀、啊，他们俩。那能幸福吗？他们是我们寨子里人人都羡慕的呢。哦，这样子呀。他们还有俩小孩呢。两个小孩。对呀、啊。
我天哪，我大姐夫我大姐夫可能干了，就是整个山头的活基本上一半都是他干的。那他当时来我们家，他是从海上面来的，也是从大城市来的。那我阿爸给了他一头猪、一头牛，还有一辆摩托车，还有这么多钱。这样子呀、啊，他给他五万块。没有，我们大山里没这么多，五千。那他就把这个盖了九楼。哦，这样子呀、啊。对呀、啊。哦，你大姐夫还盖了个九楼啊？你看我直播间里面有38的，有36的。有个34.18米，哦，34.18米，这个非常好啊，很好。还有42的，50岁，还有一个50岁的，身体板扎，板扎是啥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哦，就是比较有力气是吧？哦，这样子呀，50岁可以吗？那比我大姐夫小也可以。也可以啊，还有个55的哦。那个呀。嗯。那个，我们寨子里有30多、40的阿姐啊。哦，这样子啊。嗯。哦，那好，这是在哪里啊？直播朋友们，我现在啊是在这个中缅边境的地方啊，中缅边境。然后呢，这地方呀，就是离这个什么呀，离这个缅甸啊很近，据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了啊，很近的。哎，你说你那个双胞胎妹妹，她比你还高，比你还白，那她也是一辆摩托车就可以吗？是呀。啊。但是她就要求高一点。他也要去山外面的大城市，他要找大老板。找大老板？就是。你说的是，1000两三千吧？一个月。一个月两三千？就是，来我们这收山货的那些老板，就是一个月两三千。我的个天，姑娘，你知道吗？我一个收入都这么多。500。5000。我不信。你不信啊？我不相信的。我的个天哪！你哎呀，姑娘，我怎么感觉突然觉得你没见过什么世面呢？一个月两三千就是大老板了，我的天！你知道我一个月5000，我别说老板了，我连个板砖都不是呀。这个阿哥乱说话，我都不信。你不信啊？嗯、来，直播间朋友们，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可以打出来哈？我们呀，让这个女孩子看看，我让她长长见识好不好？她怎么这么感觉你这么？来，你到后面来啊，你看一看，哦、你看看啊。到后面来啊。哎呀，我。感觉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挺可爱的，有我在里面啊。对啊，你看一个人啊，这是你看这下面是不是很多人啊？这个蓝字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哦、是不是、啊、你看有说你认识字吧？8000 啊，对啊，有8000的，那啊有5000的，那是真人吗？是真人呀、啊、那你让他们把我名字哎你叫什么？我叫我月月就好了。月月是吧、啊、来直播间朋友们，大家呀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好不？他说我们这不是真人，你看一个月8000，一个月9000，你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月？是不是这个月？王字旁一个月亮的月。王字旁是这个吗？哎、对。你看我退休费都14000了，是不是？哇。啊，你看，月月，是不是？就刚才有一个王字旁一个月亮。哦，王字旁一个月亮的月是吧？嗯。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对。你看他们这个还有给你送礼物的是吧、啊？我们这个老饺子送了一个加油鸭给你，是不是？啊、那么好啊，我信了，阿哥，这是真人、嗯、是真人是吧？对，你看那我们这里是泼水节啊，你叫大家来我们这里玩呀。哦，来你这里玩是吧、嗯、好呀嗯啊、嗯、那我们这里泼水节，你看还有人给你送红心的是吧？哇，那个红心很漂亮啊、这个、对对对，嗯，还有人给你送红心啊、嗯、他们都喜欢你、谢谢是吧？喜欢我呀。喜欢你，喜欢我来我们这里玩，我们这里很多好吃的我都给大家吃啊，我们家还有酒楼呢，来我们家这里送给大家住、嗯、哦的，对，哎呀、嗯、这姑娘真好，你看大家给你送的还鼓掌，还有心，还有花，是不是？嗯，我们这里泼水节是一个镇子一个寨子一个寨子轮过去的，都有很隆重很热闹的、啊、是的、嗯、这样信了吧？信了、啊、哎哎，那你这个双胞胎妹妹她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她在到哪里？这就是你们角楼啊？我的个天哪！哎，直播间朋友们，大家看啊，在这个山大山里面啊，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酒楼啊，真的是，哎，姑娘，我怎么突然感觉，你家是个大户人家呀？啊，你看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都说啊，你家是大户人家，我的天！这是我二姐写的。哦，这是你二姐写的呀？啊、哦，你二姐还挺有才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哦。我的个天哪！你看啊，这个我看这几个字啊，这叫什么？
澜沧江水门前过。哦，你们门前这就是个澜沧江是吧？对呀。哦，水随人意八方来。哎呀，水随人意八方来。哎呦，这句话真的是，这个写的真的非常的大气啊，这位朋友们，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子啊？非常的大气。哦，感谢老兰送的这个小礼物啊，谢谢谢谢。我二姐呀，啊，喜欢写字，这是你喜欢画画，你二姐写的？对呀，这画也是她画的，这没画。这个也是她画的？对呀。我的天哪，你二姐真的是有点感觉是大家闺秀啊。对呀，啊，她就喜欢这个，还会做饭。还会做饭？嗯。我的天哪，哎呀，姑娘，你等等啊，你等等我这一下子呀，你看你二姐。还会写诗，还会画画，还会做饭，嗯，这不是就是那种我们传说中的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那样的人吗？对啊。那你的双胞胎妹妹长得又漂亮，还会跳舞。她喜欢跳舞和做这个针线。你呢？怎么我感觉去抓鱼啊，去山上去爬上去抓东西啊，去带野生菌给你吃。哦，你就是喜欢爬高上低了。哎，姊妹们，大家看啊，这个酒楼啊，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在这山里面能有这么大的一个酒楼，一二三，有三层楼呢啊，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我的天哪，还真不错啊。哦，他在楼上吗？好的好的。哎呀，你这楼梯啊，我真的是，哦，这个地方还真的很不错啊。大家看看这个，看看妹妹是吧？好的好的。我们上来看看妹妹，豪华大别野，真的是这个地方大山里面能有一个这样子的酒楼，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非常不错。哦。阿妹啊，阿妹。哦。哎，小表妹啊。啊。她的。哎。这我老师去哪啦？她出去玩，她出去跳舞了。哎呦。她出去跳舞了。这谁啊？是我小表妹啊。小表妹啊。啊。哎，小表妹你好，你好。你好。哎。哦，哎，小表妹，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玉南美丽。玉南美丽？对。美丽吗？对。哎呀，怎么那么美啊？我的天哪！我听你这声音，我这小心肝，我这心啊，都有点要融化了。哎呦我的，哎呀，怎么这么，怎么？哎呀，我这有点，我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啊，这声音真的很好听啊。你叫应该是叫表姐，表姐是吧？那还有一个表姐跟她长一样，她说很漂亮是吗？对呀，没错。这样子呀，嗯，哎，那她去哪里了？她出去跳舞了。过一天我们有那个泼水节啊。对。哎呀，你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呢？我的天哪！哎，你会跳舞吗？会一点点。会一点点。哎，那你们两个能不能在这里帮我跳一下看看？哎，姊妹们们，大家想不想看看这个姐妹花在这跳跳舞呀？想不想？啊，跳一个是吧？来来，我刚才看了。哦，对呀，来给我们跳一个好吧？你看我们现在有1000多人呢，在。啊，来来来，啊，哎呀，好，哎呀，哎，真不错，真不错啊。我们还有孔雀舞。还有孔雀舞呀？嗯。哎呀，就是唯一的缺憾就少了点音乐，是不是？那是啊。哦，还真不错啊。对。真不错，谢谢。阿哥，你晚上住我们这吧。晚上住你们这里啊？嗯，好。哎，你要去哪里啊，小表妹？你要做饭呀？嗯。哎呀，好，你还会做饭呀？会呀。哎呀，我发现你们这姑娘怎么都是多才多艺啊！我们这是酒楼。哦，这个哦，哎，你刚才说的那个跳舞，你能不能带我和直播间朋友一起去看看呀？那可以呀。可以啊。晚上10点啊。晚上十点啊。嗯。哦，那好啊，那这有很人多吗？嗯，像我们这样100多个都去呀。都去啊。我双胞胎妹妹她是05的。哦，这样子啊。对。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最好。我怎么感觉这幸福来的这么突然呢？直播间朋友们，好，那你这里住的话怎么收费啊？500啊？哎呀，这个二哥，那你看我们这里的风景线。风景还是真的很不错啊！你看这里有山有水，是不是？山美水美人也美。你看这个感觉还是真的很不错的。不过这个500是50，多少？50。50。对呀。啊。我们这里呀，就是50，都开3年了。哦，这样子呀。啊，我前面说让你那些朋友来我们这玩，送给他们住就住这里。
哦，那好，那好，那我这样吧，你确定今天晚上能带我们去？是、嗯、好好好，那行，那我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不过呀，我觉得呢，姑娘有50呀，有点少了。你看，你又说让我在你家吃饭，我多给点，好不好？哎，直播间朋友，大家觉得我们给多少合适？好不好？可以打在直播间。我们呢，你看姑娘这么热情，这么好客，是不是？我们呢也不能太那啥了，是不是？有人说给300，有人说呀给200，有人说给200。这样吧，我们呀给个288，大家觉得怎么样？给个288，图个吉利，好不好？感谢我们这个老饺子送的加油鸭啊，谢谢。这是哪里呀、啊，姑娘？这个呀，是我们的厨房。哦，你家厨房怎么这么大呀？那你看，那饭都做好了两个。哇，都做好了呀。那这还有高的鸡汤。哦，等一下，我能喝吗？可以。可以啊。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姑娘。288，好吧，288。哎。那我想好了，做着好吃的给你，好不好？啊，不用了，有个鸡汤就够了。做多了浪费，我也吃不了，好不好？我妹妹她们马上就回来吃饭了。哦。很多人吃饭吗？有很多人吃饭吗？7个人。7个。嗯，我们家4个，再加、我们家4姐妹，然后还有我表妹他们家3个，7个。我的天，哎呀，那热闹热闹，真的是热闹，而且啊，就我一男的。对呀、啊。我的个天哪，哎呀，这后院还不错啊，这边朋友们大家看看啊，这后院还不错，你看这树上长了很多，这个是什么呀？果子，这是。哦，这是菠萝蜜。这是菠萝蜜啊。对呀、啊。哦，还不错，不错啊，七仙女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好啊。直播间朋友们，大家如果是想来这里啊，可以过来走一走啊。有时间的话可以出来走一走，好不好？哎，姑娘，你看啊，我们呀、其实你像我这样子的，我们山外面的人啊，其实对你们这个大山里面的生活呀，都挺感兴趣了。我们都想知道你们平时怎么生活的呀。我们呀，平时就是上山去种地，啊，割橡胶，种地割橡胶，砍甘蔗，对，哦，这样子感觉都好像都在山里面干活一样哦。是呀、哎，那你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啊？打工呀，那我们家那么多地，那只有阿爸阿妈，那他们很累的。哦，这样子，哎呀，还挺孝顺的这姑娘啊，是不是？那你们家有多少地啊？多少八亩地啊？80亩。80亩？我勒个天哪！哎呀，你知道吗，姑娘？我小的时候呀，我爸跟我说，我们家有2-3亩地，我都觉得挺多了。你们家有80亩地，还蛮多的哦。那你这个什么呀？一年的收成应该不少吧？不知道呀，那是我阿爸阿妈管的。哦，这样子。哎，那像你们平时。这个买个漂亮衣服呀、什么的，是不是还都要找阿爸阿妈要钱？我9岁就自己赚零花钱了。9岁啊？对呀、9岁不是19岁。9岁。我的个天哪，姑娘，你知道吗？你知道9岁的时候啊，我们呀还在玩泥巴呢，你们9岁都能赚钱了？哎，直播间朋友们，你们9岁都在干什么呀？你看这姑娘好厉害啊，9岁都能够啊都能够赚钱了。哎，那你今年应该存了不少吧？8万。8000呀，哥，我们山里面哪有那么多？哦，这样子呀。那不应该啊！你看啊，你9岁，今年26，有17年了，你现在才存了这么点儿啊？这个阿哥数学。9岁26不是17吗？9岁26，对呀、才存了这么点儿。那你们这山上这么多，你随随便便不？我们呀，只是帮人家摘摘豆子，然后就播播玉米，赚一些工钱。平时啊，我是上山去摘野生菌，都自己家里吃。哦，这样子。偶尔遇到大火，那是运气很好的时候。大火，什么是大火呀？你没见过呀？哎呦，没见过什么叫大火。好呀好呀。哎呀，姑娘说呀，他们这里有大火，我还真的没见过。听说啊，这山里面有很多大，哎呦。哇，你这还真的有挺多东西的哦。这个大火，这个换4块。多少？4块。你这边朋友们，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他说只换4块。你这样吧，这个呀，就这还有小的是吧？这个镇子，这一盘就5块。
五块、嗯、四块、嗯、你这样好不好姑娘，你等下这两个你给我包一起，我跟你啊一百好不好，送给你吧、啊、不能送不能送、嗯、你这个我不能这样子，这样的话直播间朋友会看不起我的、那个、鸡汤就用这个包的，哦用这个，这个是我们上山去挖的，哎姑娘我们以前买过呀，但是这种好像不是这样，它是一小坨一小坨的，你这怎么是直的呀，我到山上挖回来就是这样，那这些就卖得多，就这个就要换八块了，八块啊，嗯，你这样吧，我也一起给你那个一百块吧，好吧，这样的刚好凑个整好吧，两百，哎、嗯、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公的吃的啊，什么叫公的吃的，男的吃的吧，哦男的吃的，这姑娘说话真的是，哎我问你一下啊，我一个朋友啊，他呢就是平时呀不管干活不干活呀都感觉没什么力气，然后呢上个楼啊一二三四都上不去了，哎他能不能喝这个，朋友没用啊，不是没用，就是啊有时候没劲儿，你这姑娘说话怎么那么直呢，可以啊可以的是吧，那你这里多少啊，这里啊、嗯、这里十块，十块，嗯我这样吧，我等一下给你一百你给我包了好不好、嗯、你不过你等一下你先给我泡一点，把这个泡了我先尝一尝啊、这个、吃这些晚上你啊嗯这些就够了，这样子呀、嗯、这么少呀，嗯哦、那行那行那行，哎这哎你怎么有这个呀姑娘，你认识这个呀，这个我认识，这不是牛蒡根吗，嘿这个阿哥哎你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好不好，你拿过来看这个牛蒡根，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个呀，我们隔壁就是缅甸，隔壁就是哦我知道了，这个缅甸是什么这种山货的国家啊、嗯、哎你知道吗，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姑娘，嗯我呢就是啊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上楼没劲儿的那个就是我他穿了啊，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呀、啊、去泰国旅游的时候，我呢就是走的就很费劲走不动，我就把这个情况啊跟那个导游啊说了一下，导游呢他就建议我呀啊你买点这个喝，你知道吗，在这个泰国呀这个当地的这种这个什么呀皇宫贵族呀他们呢都喜欢喝这个，还有一些有钱的女性啊他们呢都把这当成上好的营养品呢，一般人